妈，慧慧她又欺负我。怎么又欺负你了？天天让我干活，也不给我吃饭。我在家，我比我们家那个泰迪的地位都低。慧慧还不让你吃饭，为什么不让你吃饭呀？他就是不让我吃饭，还让我给他做饭。给他做饭也就算了，他还嫌我做饭做的不好吃，说那比他猪食都难吃。让你做饭，做好了饭还说不好吃。行，等一会儿妈见了他说说他。妈，还有呢，我告诉你，他前天买了个西瓜，是不是？他把那西瓜切成两半儿，我以为那一半给我吃的，那一半放冰箱了，他自己拿个勺子把那西瓜胡子全吃了，就给我吃西瓜皮。这慧慧怎么这样啊？西瓜都不让你吃，还吃西瓜皮。行了，妈还生气呢，一会儿慧慧来了我说说他，行吧，先回家啊。更过分的是，你看我这衣服还有啊，这好几天都没洗了，我的衣服都馊了，他让我洗他的衣服。妈，你得替我做主。行，妈替你做主。好啊，你这个实惠，果然又回我娘家。回娘家怎么了？这是我家，她是我妈，你找我妈干嘛呀？好尴尬呀。妈，你看她又凶我。慧慧，你做的也就是不对，你看你买个西瓜还不让她吃。妈，那还不是因为她自找的，天天做什么事都做不好，看见他就烦。妈，你看他。行了，要不你给他回去吧。不回去，你看他这还信着我，还吵着我呢。那我回去了，他是不是要打我？慧慧，你看，徐坤对我也不错，你对他也太那个什么了，你给他道歉。行，你说你是要我给你道歉还是要钱啊？要钱。20。你给我20，打发叫花子呢，我要200。哇，什么？你要200？妈，你看慧慧，又不是因为我妈。行，我给你。妈，行了，给你200。你赶快回去吧，我还下地干活呢，快点给慧慧，快回去。我问你，为什么我们每次吵架你都回我娘家呀？这你看，这手机出问题了，你得找厂商吧。你看你这产品出问题了，我肯定也得找厂商啊。行了，回家。我不回，你给我钱。走啊，回家。